来，下午好。来，吉娜，吉娜，吉娜，在花莲慈惠堂。我刚到我们三天两夜的第一站。我先给别位，好。我们今天是在那个会休的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很久没跟大家相见了，刚好今天天气非常的好，今天天气超好的，都还没落雨。啊，太子还没有，没有，还没，还没。好，本来今天是要出阵的啦，然后就刚好有疫情延期，所以我们就顺势就来北巡这样。好，如果你们有在附近的，可以赶快过来，啊，等一下太子下来就可以拿糖果这样。好，现在就在等前单入庙呢。因为我们本来是有人在询问那个海虹啊，没有，我们今天没有出。那我们本来今天是有在别的地方出阵的。好，本来是有在别的地方。我第一天都等等还会再去县安宫啊，哈，就在隔壁而已。不冷不冷哦，我觉得今天天气刚好是非常的刚好，该差不多二十几度吧。穿个短袖外套都还行。对，我们是住在花莲，没错。平镇的慈惠堂没有，我们是在花莲的慈惠堂。我们这个混游的地点都是神明选的。都穿短袖，没关啦。哦，因为现在在庙里面，我现在已经到大殿了，所以也信号卡拜。有进来的粉丝朋友，好，先分享一下。我
我现在在等杨经理的回应。培训的时候是跟助理会比较辛苦啦，因为我们的 burning 比较多，就是要一个一个来回应，好，所以较辛苦些吼。好，那就太子就比较还好了。希望台湾。台湾皮卡的哦，台湾皮卡。以上的头发是两个颜色，主要是两个颜色。笑啊笑啊！会，我们这两天是在花莲，第三天会在台东，我在东海龙门，我们北巡才会跑到花东这边呢、啊。一般的进香热闹比较不会，因为路程比较遥远。太子什么时候降下架，我也不知道。可能等我们姜主牛跟产地毁掉啊。对，旁边的队是指挥长的，没错。因为最近都在忙我们的相关内务的事情，然后刚接了直播。不过现在如果已经解禁，就比较还好。在花东这边，这种宫庙是让人家感觉比较隆重的啦，吼。甲阮南部遐是较无同。对的，在花莲慈惠堂，没错。来花东大概一年就是一次或两次这样。我们一路过来看到那个沿途风景都改变，也是觉得很特别。但我们刚到而已。
来停哦，停路，来停哦，停路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来停哦。会，我们应该目前来讲会一路直播哦，因为你隔壁呢。因为我们跟一般比其他频道较无同，所以我们就是直播啦，然后以现场状况为主啦，就是也不做任何剪辑啊，就是希望以最自然方式跟大家互动这样。啊，老伯你会哦，我觉得有机会哦，因为他的乖爱有带来啊。戴着口罩才可爱，更可爱。戴着口罩更可爱了。戴着我都看不出来是宜昌还是太子了。还没三月一号呢。在小飘，风雨花蝶，圣地祝你等招等，平阳平平路，宁贵黄仙，新婚即将黄昏，尽桃花天下，等住夫人不一晚，兄弟不一晚。为什么哭了？阿姨都不想要挂口罩了。你看我戴黄色的就很适合，很黄啊！你要不要戴黄色？我有哎、欸，很丑是不是？我给你戴黄色的，那戴眼罩。乖吧，就看不得不让看，我看不到别人，所以我没戴没关系，我眼中无他人。可爱的老婆女还没到吗？老婆女还没到吗？有，应该到了，应该到了，没有表情，没有。你看我们公猪牛一年比一年来的老，对。新老啦，新老，新老啦，新老。哎、欸，好了吧？好。翁牙要来了，不会，翁牙不会来。这是慈惠堂哎、欸。哇，你的发质哪好看啊？哦，他很配你的衣服哎，也是要配你衣服哎，超好看的哎，很大的，你都在白衫裤啊，其他白头毛啊。浮夸怎样浮夸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把它剃成光头，再绑个那个袋子，更浮夸。啊，夹比头壳皮啊，夹的。
那就不行，那就点六颗痣和尚。啊，不是我冷，我很忙，我左手，我左手拿 GoPro， 下次然后拿一个三轴，右手要拿一只手机，我要走秋衣，对不？期待三月恒春见太子哦，哇，太子很期待哦，太子很期待哦，对啊，三月六号。说不定他会准备礼物给你哦，草莓的哦。你在问看伊要哪念？那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草莓，很特别吧？你这件衣服很好看呢，王公他的神像，嗯，有没有超好看的，太子设计的哦。他是小的，所以要在旁边。他小的要在旁边。他刚才唱歌就唱错好几个字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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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不是还有新安宫？这样老婆你会来吗？耶、yeah ！怎么大家比期待老婆你比期待太子多哦？现在大家都想看到老婆你们。阿乖要 OK 吗？有吗 ？OK 的吗？啊，大家现在期待老婆你们更多呢，哈，是不是？我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左手可以拿着 GoPro， 好，我们在今年，好，我们进香，好，我们地王公爱神爷，我们要把它办得非常热闹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几台游览车？我们就一台哦。以往北巡只开放工作人员参加，好，我们北巡没有开放外面的人员参与。进香才有，好，七月往地王公爱神爷，好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啊，这次办蛮盛大的活动，以及一些博奖金的活动，让大家参与。对，这是我们太子，没错。我们老婆女儿只有来北巡才会下来。我们老婆女娃都会在圣安宫，都一定会下的。对，现在是太子，口罩戴着都不晓得啊，看不出来。笑啊笑啊！我们明天是游玩的行程。那我们这次迪永公的审议就上限会抓个数量啊，就不要太多游览车啊，因为在一些申请上面不太好过。
抓个10台游览车为上限吧。祈求全球平安最重要了，好不好？现在真的不奢求什么财富，现在真的觉得平安健康啊才是第一要务啊！不论是哪个国家都很重要啊，大家好好的珍惜。真的下雨下很久，来的时候天气很好，很开心啊。没有，先稍微往旁边靠。那我们可能要到仙安跟我们老公女台下来。先往旁边啊，对，我们先往旁边，因为人比较多一点。反而空。因为我空间的问题啊，吼，内底嘛较无遐适合，全部塞在一起。那社团吗？对，我们宜昌是不吃糖果的，没错。台中爱吃。
有吗？宜昌头发很漂亮，来我看一下，来，来你转过，哦，这个应该有三个颜色有了，哦，很漂亮，来，很夸张，哦，哦哦哦，这把头发要开3500啊，哦，开3500，超贵，哦，超贵哦，哦，超贵哦，这样可以啊，花这个钱有值得啊。因为他因为他是今天我太早起来回来回回参礼啦吼，等一下才会再下来。我们等一下这圣安宫就在隔壁而已啦吼，你隔壁你行过就到啊。对我们先关播，我去上厕所一下，因为我宝贝在变瘦了。好，等一下再开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再开，拜拜拜拜。